有淡淡的花香，一边泡汤一边仰望山峦景色，洗尽疲惫的生活压力。花莲的温泉民宿抢搭秋冬旅游补助，推套装行程，将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上传至台湾旅宿网，每房最多可补助1000元。我们有跟泛舟业者做配合，在我们这边住宿跟报名泛舟会比较优惠哦。应该会很想带家人出来走走，特别是花莲这个好地方。镜头转到台东，金黄色稻穗随风摆去，一眼望去美景尽收眼底。台东的博朗大道，许多游客为了金城武术慕名而来，业者针对当地乡亲推优惠。早餐 buffet 菜色丰富，这是位在台东资本的大饭店推出住宿方案，再配上观光局秋冬国旅专案，先喊出当地乡亲一人可以补助1000，还能享0元入住。镜头再转到宜兰，这是位在乡野美景道路旁的民宿。为了响应政府专案，宜兰有旅宿集团宣布，从9月到12月底，只要8位以上入住3天2夜，房价全部免费。24小时的时间，我们的9月、10月、11月。3个月的房间就被抢购一空。台湾东部好山好水，不少人前来旅游。尽管9月是旅游淡季，但配上国旅补助，好康一波接一波。希望用促销方案再吸人潮聚集。三新闻吕燕、许诗涵，花莲、台东、宜兰报道。